又到了吃生蚝的季节了，冷水下锅水煮啊，锅开之后再煮一分钟，煮完之后啊蘸上调料吃，要多鲜，嗯，有多鲜。来，老公吃生蚝了。把老婆煮了一锅生蚝啊。嗯，太肥了。老公啊，你说咱家这么肥的生蚝这么多，咱俩吃也吃不完，你拿过来我跟朋友们介绍介绍。嗯，好好，那行，来。嗯，真鲜。来，哥姐，这个就是我要给你们发货的生蚝，回去啊简单用清水冲洗两遍，再然后呢冷水下锅水煮，锅开之后啊再煮一分钟就行了，煮完之后啊全部都是这样的小胖子，如果你也爱吃，我这一箱子十斤装只要99，还给您包邮呢。如果你爱吃，下方小黄车里面去了解一下吧。